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某行星哈质量是小 m 啊，到日呢做椭圆轨道的运动，以致当其位于轨道 A 点的时候，哦，这是 A 点啊，距太阳呢是 r， 公转的切线速率是 v。好，且以这个 r 的方向哦，加多少？加53度了。若其轨道近日点与太阳距离是分之 r， 则此行星由 A 点哈移至近日点的过程中啊，太阳对行星之万有引力呢，共作功若干。好，那太阳对行星做的功哦，就等于它的动能变化。哦，这个就是。太阳做的功哦，是等于它的动能变化，德尔塔 1K 的。这个是初动能，这是末动能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速度叫做 v prime。啊 ，v prime 我们也要求。啊，就是二分之一啊 ，m 的 v prime 平方，减掉二分之一哈 ，m v 平方的。那 v 已知 ，v prime 未知。那我现在用角动量守，角动量守就是说它那个 r 哈，就是五分之 r， 它乘 m v prime， 啊本来它要乘以呢 sin 的90度啦，啊 sin 九十度，就是 r cos p 嘛 ，sin 九十度，哦，就在这里的角动量相对在 O 点的角动量，它会等于这里的角动量，哦，就是 r cos p。r p 的话是 m v 嘛，那 sin 呢53度。好，那这样这个 m r 可以消掉，它这个是五分之四。好，那五分之四的话，这个5也是可以消掉，所以就晓得啊，这个是一啊，所以 v prime 的话是等于4 v。好 ，v prime 等于四 v 以后，我就把它带进来，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 m 抽出来 ，v prime 是四 v 嘛，这四 v 的平方减掉 v 平方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一 m， 它乘以多少？16减一的话是15嘛，15呢 v 平方。好，所以答案的话哈。是二分之一，二分之十五 m v 平方，好，二分之十五 m v 平方。